警員。我是一個之前是一個小商戶啊，旺角的。可能大家見到旺角都我都會成日出現，我有很多心同感受在旺角的。咁我自己結咗婚有三個女啦，我日日都帶女翻學喺九龍塘讀書。第一，交通係咪影響緊我哋啊？第二，佢哋係咪犯緊法啊？但係點解冇人執法啊？呢個好心痛噶，係啦，我都唔知點解。喺呢個10月3日啊嚇，發生一件事件啦，咁啊之前有個同事死咗過咗身，咁我好大感受嘅，就係點解10月3日我要行出去搬佢哋嘅沙包呢？就是一句忍無可忍，真的影響得很緊要啊，係嘛？我自從搬咗沙包之後，我出咗名啦。我呢一生人都未試過咁多人去鬧過我噶。我亦都未試過喺 Facebook 上面有咁多人去問候我全家嘅。我都曾經入過他們不知道什麼絲帶裡面，今天不要說絲帶了。我曾經被幾十個人嚇過，因為如果大家和平去溝通，是不是我可以說我的話，他們可以說他們的話，大家有不同的立場，都是大家尊重的，是不是？但是我經常都被人嚇走的。我進去跟他們聊天，我哀又哀過，求又求過，講道理又講道理過，鬧又鬧過，擦又擦過，是不是真的做完所有事都是不行啊？我今天還要死都死過啊。好嬲的，我現在我就是一個旺角，本來我經歷了5年，我有少少的成績，我可以 再開鋪，但是現在我已經跟我 partner 分開了。簡單一句，他們說沒有影響其他人，或者不影響旺角，或者金鋪還開，或所有東西，他們有沒有看到幾多食肆執了粒，幾多的生意是少了幾多成，他們有沒有知道呢？所以我真的堅持一件事，還路於民，好不好？我們所有人跟政府說，警察說我們支持警察，還路於民。我只不過代表我自己，我冇佢哋咁犀利，代表全個香港700万嘅市民，佢哋就係民意，我哋呢邊唔係民意。所以沉默的一群，我哋係一啲從來唔會示威、從來唔會表達意見嘅人，但係都要企出嚟去投票，好唔好啊？20号。Hi, hello, 大家好。咁咧，我都冇乜準備，但系咧，我咧就系想讲讲，好似头先佢话点解警察唔清场咧？可能有啲人话讲一讲乌克兰嘅颜色革命，有人可能或者想我哋真系沉默咗一啲。去即係反抗啊，咁諸如此類，大家成為流血咗之後咧，就好似烏克蘭咁分裂咗，係好多人係可能係好想咁樣嘅。咁對於政治咧，我哋就唔理啦。我哋都係小市民。如果係任何一個政府做，我哋都係食一碗飯三餐嘅啫。咁我哋咧就係好想。還路翻俾我哋，學聯係咪代表我哋？到今時今日，我哋有100多啊？363簽咗名，佢哋仲可以話，周永康仲可以話，我哋香港人要上北京喎、啊。我買機票俾佢。我哋愛國愛港，
去旅行，冇錯，我都係啱啱喺雲南翻嚟。我想話俾大家聽，我哋個國家版圖之大，民族之多，我睇到印象麗江嗰場舞蹈，張藝謀嘅，我真係淚灑當前。我是香港出世的，還有我都是嫁鬼佬的，我的老公在香港二十幾年，他說初初兩日他都很贊成很同情的學生，但是現在他都在我後面，每一次的集會他都有來，不過他不懂聽廣東話。總言之，我哋一定要愛國愛港，還路俾我哋，佢哋唔係代表我哋香港人。